放这里好不好？这里。好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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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黑了太黑了！你不是？哎，谁说我不怕黑的？我死掉了！哦，那你为什么刚不会死啊？还是会在你旁边？奥一局有可能哦，是吗？你也会加理智吗？是啊。对，我死，我好饿死了，试一下。怎么是直接死掉？你在死在哪里啊？我，这里是哪里？最，我是直接死掉哎、欸，所以我是被揍是不是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，看到你的位置了，好低哦。那位置在好远哦。哦，上主要是碎石跟感觉是还可以再重新收集的。干嘛、啊？我要氪金。你那只小色，看一下哦。这个礼拜太好笑，它是冬天的狗狗。公狗，公狗，公狗，然后查一下它的效果是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它幽灵的状态好可爱啊！不行，你要复活，你要复活，不然理智会掉。不要想摆烂，你会害我们理智掉下来。哎、欸，不会啦，无尽的话不会啦。哦，但是还是要复活。啊、对哈、哦、啊、你吃胡萝卜会升级。好哦，难怪会发出那个机械声。复活啊，萤火啊，这边有萤火。那、啊、怎么复活？点空白键。空白。哎、欸，你没有装萤火复活的、哦？萤火复活，我好像没装。哇，那怎么复活？走门了吗？进走门啊！我要当，我可以耍废了。不行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好适合我当时万圣节画的那个。知道在哪里定居？对啊，我们要再来进去啊！就这边吧。那瞄下去右边吧。右边。哎、欸，找那个有白色螺旋的那个地方。白色螺旋。科学机器我放这边喽。好，棒。呀、yeah ！哇，你再打一次井字号。哦，好啊。这个、哦、好多食物。井字号 R。ESURRECT 没有反应，哎、欸，哦，是原地复活的意思哦。对。啊！我打！无底坑火。你为什么那么久远后才复活？啊、有石头什么的吗？啊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心啊！很酷哎 ，skin。暴毙的地方有石头。为什么这是？这 skin 长得这样好恶心哦！无底洞火，我做高阶的研究机器了哦。好，啊那个冰箱嘞，我要放食物，看一下。还没有冰箱吧？我理智好低哦，我要蹭一下。放哪里啊？哦，哎呀，这谁啊？为什么会一堆幽灵啊？我的啦。哦，哦，你干嘛买 Maxwell 啊？那很好用，工具人啊。工具人，再砍树就超快。这里，你怎么长这样子、啊？放尊重啊、哦！不要乱，不要乱种树哦！你放尊重哦。好了，给你吃这个，这是我的体力礼包客来的。哇，哎、欸，橡皮很值钱哎、欸，不是很值钱，啊、很好吃哎、欸。好了，那这个给你，这个是体力大礼包客到的。你怎么各种氪金啊？来来来，哇，蜂蜜火腿！你是把刚刚黄金全部氪掉了？哦，对啊！哇哇，你这个人！哇，你这个氪黄金！哇，你这个人！喂，我们开场全黄金，你还把黄金氪掉？你这个人！好了，不要气来，你不要砍树了啦！来，你累了，来给你吃这个。什么东西？在我身上？水果杂烩。这个人还有留四个啦，不用怕，还有留四个，不是留这个的问题，还有四个，好啦，那个这给你啦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这只猫不要动，你想干嘛？我要给你黄金，你不要吗？给你，不然我又会再刻下去了，走了。哎、欸，我突然发现我们这附近好多那个蜘蛛哦，蜘蛛好、啊、哪里？在这边，我这个位置。
你在哪里？我们要不要去打机器人、啊？你再往下，再往下。走，我们去打。我有雨伞。然后左边也有一块，你往下走，这边有一块，然后最左边、这个啊，对啊。好。最左边有，我们下天去打机器人好了。你在跟他说。好。最左边这边，你、欸、看，你看那边，这里也有哎、欸。那、啊、就放这里好了，那种一堆。我有包包了。我现在身上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不要打我！开箱，开箱。我也有。开箱喽！鞋子。战斗箱，嗯，等一下，这里不好了，这里，对，确实，求放着，求食物喂食，啊，把我的体力礼包发完了，刚地上不是有很多东西，我就你不是有萝卜，不是满地都有萝卜吗？哎，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吃这个，你会不要他吃胡萝卜比较好，他吃萝卜比较好。不是，你知道他通常不会给我太好的东西。没有啊，蚊子血袋啊。啊、他可以干嘛？他被补血不是吗？哦，好吧，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说对你不好啊。那你动我不给你了。我不给你了，不给你了，我不给你了。我原本要给你食物的，算了。没有，我其实我已经拿音乐的食物。好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找一片树烧一下？要木炭。好啊，我现在烧没有用，我的灵魂。我来烧。他这里的树都离蛮近的。我来烧，我来烧，我烧烧这一片好了。我烧了。这也太近了吧？欸、这太少了啦！去右边，去右边。可以啦，这里可以啦。不行啦，木炭不够多啦。右边。神热煮菜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右边，右下，这边都被我砍光。右下。那片树林，烧它就对了。哪里？这里吗？对，右下。我点。这小猪是盖的吗？我把它翻过来的。哦，好哎、欸。我翻过来的。你可以可以可以。帮人家搬家、哦。搬家公司的、哦。对。为什么蜘蛛在打蚊子啊？嗯，好奇妙。这什么？西村宝箱。什么东西？春天的宝箱？哎、欸，它不是猪年的吧？不是猪年的 skin 我都买好了、欸。你怎么笑那么开心？发生什么事？好好奇。他又他不知道搬了什么东西走了吧？哦，我觉得是猪王啊。你不要把猪搬回来啦，我怕他会孤单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也好啊，搬回来换黄金比较快啊。对啊，就不用跑那么远。没有，理智降，理智降，理智。工作，没关系。微的小白，上面有烧起来的木头，不要去！哎呀，你怎么去挖啦？很好玩的这个游戏，到处把人家搬起来，这样才方便啊，不然多不方便啊。啊，你睡这里啊。我在帮他搬家。难得啊你，难得，你怎么这么早生地啦？他睡哪里？啊，睡过来。哦哟！我要围绕着我的小白。我要围绕着云月。小白，我有火把，加火就好了。打东西。我要回去找我的。哎，走，我们先打机器人，走。我有雨伞，我很强。你睡路上，超烦的。你知道机器人在哪里啊？知道，就在猪王旁边而已啊。哦，啊，猪王在我们家隔壁啊。猪王在我们家了哎、欸。他被搬家了，他原本不是住那边的。拿点胡萝卜。哇，我突然有点想不起来我的尸体原本在哪里。这个、啊，不是，再过去一点。嗯、欸，其他人没有要打啊，我们打了哦。你们打了，我要找我的尸体。过来。嗨。过来。哦，雨伞好废哦。拿雨伞打架。痛啊！他
叫了，啊痛！不行啊，两只这样我们可以吗？痛！我们猪人来帮忙一下嘛，猪人，等下跑一圈。啊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呜、哦！啊，我快被打死了，不行，后面有个远距离的。哇，找不到我的尸体。雨伞好烂的，我要走了。你哎，云、欸、真的要死嘞、欸！好笑、啊，他那个远距离打得太痛了。对啊，要那个远距离硬扛了，那远距离要硬扛打，他躲不了。我刚刚躲，他要再远一点才躲得了，近的躲不了。嗯，我刚刚远远的可以躲得掉。这什么啊？好吧，那我继续去挖黄金好了。我问你哦，有一只只有一个眼睛，然后有一个红色披风，两只脚的那个看起来像机械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刚刚讲的，就这个啊，就是八角主教，教主，教主。哎、欸，然后还有一只看起来好像狗狗，也长得像机，它站起来，它是马吗？马啊，机械马，它是骑士。哇，九攻击九百，就是我现在是不要接近它比较好。嗯，不是攻击九百，是它的血量九百。哦，他是主动的哦，他在很左下角的地方，走向墓碑。这个墓碑是天然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哇，这光怪。没关系，第一次我们创世神也是一样。嗯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哇，苦力怕，好恐怖！哇，那蹦，蹦嘎啦。这时候就哦，好哦，还有吗？啊、可是我看到苦力怕还是苦力。哎呦！要过去，不然红色蘑菇砍！哎呦，逃一逃！痛！哎、欸，有冰块，逃不了。绿色蘑，找不到我的尸体。你好勇敢。啊，我没差、啊，会回理智啊。嗯，我是没差的。这里有兔子草原，可以多带点草回来。有，我在采草了。我在努力挖黄金。我在努力找尸体。努力挖黄金，然后开箱吗？对。卖鬼气，你用假死啦！回来。啊！怎样？嗯，搬错东西吗？啊！我尸体。你的尸体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左上角跳出一个连线断掉的符号、欸。我刚刚一直跳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？但是游戏没断啊，嘿。对啊，没断。然后也没那个吧？没有，就很奇怪。嗯，怎么都想搬做呀，都好用的，这强迫症最好用的东西耶，直接搬起来吗？哎呀，搬走，问你要搬去哪里？好好用的啦，搬起来。叮叮叮。好，我要回家。繁星有可能回来马来西亚吗？我不是马来西亚人。原来繁星是马来西亚人。你是说会来吗？马来西亚人。应该是说会来吧。Oh. 应该是没打错字。原来繁星是马来西亚人啊！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Oh. 我是现在才知道，连我爸妈也不知道我是马来西亚。我被那只蛛网吓到。搞砸好厉害！我找到牦牛了，打他！怎么打他？你怎么每个都要打、啊？这很刺激耶！搬走！要怎么做箱子啊？三个绳子，三个绳子啊！不行，牦牛不行，他会自己走回去。哦，可是我这里是要跳，我这里是跳过虫洞的地方哎、
那就是需要采草就跳回去那边采啊。那牦牛可以带走吗？可以带走，可是他带走就是自己走回去。哦哦，就算很远很远，他也会慢慢走回去啊。对，那如果你先建好一个栅栏困住他呢？他就卡在栅栏那边都不动。哎哎哎哎哎，死嘞啦死嘞啦，拍死拍死拍死啦拍死啦拍死啦！啊，你打打看啊。嘿。我忘记小包包是在哪里啊？生存。那个有绳子绑起来的服饰。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惹错人了，我还是种树好了。阿基，你有没有那个？没有。阿基，你有没有那个？哇，好帅哦！借我一根草。我是战斗神乐了，我来了。谢谢大大。我回去给你们看，哇，好帅啊！生存。啊，天色变暗啊！多一根火吧。他躺那个底下是平的，好可爱、啊。没有大便啊，给我大便。你要铲子去、啊。直接铲他吗？你就